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佛在一部功德经里面说了，那么用水一杯供佛，回向给恶鬼道84000个恶鬼就可以离开饥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恶鬼道他没有供养过，所以你供水的时候一杯啊，这个是替恶鬼道供养，替海鲜水产供养。然后你在佛前供一杯水，当地的一年之内被人吃掉了海鲜水产得到超度。水可以消除业障，水可以增加福报，所以用一杯水供佛，等于念了100万遍的弥陀圣号，啊，念了100万遍的往生咒消业障，等于念了100万遍的发财咒，啊，那水一点点而已，但是因为佛法的加持，变成不可思议，所以我希望各位，我每一年，这是我第二年来嘛，啊，第二年。再来你就70岁了，小心。一年过很快，但是呢，意思是说，各位你要很注意，每天都要佛前供水，好不好？不要光供一杯，最好多一点，桌子上给他供满满的。那这些水干嘛？供完以后洒在外面，你也可以家里喝一点，洒在外面啊，让世界充满甘露，太慈悲了啊，所以。请看15页供水记，中间将来把它背下来。啊，一开始还是念嗡阿吽，让这个水清净无量。来，嗡阿吽，嗡阿吽，嗡阿吽。15页中间，水有他得供养十方浊诸恶业六道清凉，点几滴出去。嗡阿吽，所以每次你要喝水，一定要先这样。人家给你一杯水茶，先拿来供养布施，再喝。这个叫怀着菩提心喝茶。要把修行当作生活的习惯，要把慈悲当作习惯，不要把生气当作习惯。习惯你要养成。所以老和尚就是老和尚，他们一辈子出家50-60年，他那个习惯养成了，入骨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从吃饭、喝水、走路各种方法去养成习惯。那供水记第二，那我们上供下施，也希望地狱道、恶鬼道离苦啊，念下来。此是诸善根，愿彼利恶鬼，离恶鬼劣身。或善去安乐，嗡阿吽。好，我们念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滴六滴啊。这里面讲的是恶鬼，但是我们希望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、地狱鬼道、畜生道都得到甘露。来，念念嗡阿吽，天道，嗡阿吽，人道，这样，嗡阿吽，天道，嗡阿吽，人道，嗡阿吽，阿修罗道，嗡阿吽，畜生道，嗡阿吽，恶鬼道。嗡阿吽，地狱道充满甘露，哎，就养成习惯啊，让我们跟所有众生产生关系。因为你要修大乘佛教了啊，所以以后各位就养成习惯啊。那我们就滴六滴啊，天人阿修罗，如果有祖先啊，祖先的方向滴一滴啊，对不对？这边还有排位，来，大家往排位也滴三滴，好不好？来。嗡阿吽，嗡阿吽，嗡阿吽，他就谢谢你啊！
佛经说的，今天晚上八点你布施一颗糖给一只蚂蚁吃，明年此时此刻的八点，那只蚂蚁如果没死，它就在那边等你。佛为什么这样讲？众生对你的感恩记忆记忆，因为没有人会布施给他，特别恶鬼道，恶鬼道的寿命170万年，今天你曾经布施给他，他永远都在等你，因为他什么没有，就是有时间长寿，他不会死，170万年不会死，你死了他还活着。但是如果你给他嗡阿哄，又给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就跪着拜你了。为什么？他可以脱离三恶道了，他可以往生净土了，那多好。所以各位最好嗡阿哄，嗡嘛呢呗咪吽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最好念十声。他说十念往生，你要给他观想，你要把念佛变成一种必须的生命，帮助他们。所以我们经常拿很多米，一颗米念十遍阿弥陀佛，念十遍往生咒，就放在口袋，那走到出去嗡啊嗡，比钻石还宝贵，不能乱丢啊，这念好久了。念好久，嗡啊嗡嗡啊嗡，所以七颗米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各位没有时间浪费时间了，每一颗米这边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念到那个米都发光了。走到哪里，嗡啊嗡嗡啊嗡，布施给众生，从现在开始做好不好啊？要登记的就登记了，到时候米寄给我，我帮你丢到全世界啊，去布施给众生，水也好，米也好。所以希望以后各位你在家里做早晚课，就把水放几瓶在前面，你会念大悲咒、四小咒、佛号、心经，念完以后再给他嗡啊，这个水宝贵了，对不对？走到哪里嗡啊嗡啊嗡啊，你已经超越世间的金钱的财富，因为你得到功德法财的法喜，你很快乐，在利益对方。好好，那这个水先关起来，那麻烦这个水等一下回去你可以喝一半，然后一半布施，好不好？布施走到哪里滴一下滴一下啊，或是放在甘露喷枪里面去利益众生，这样最好了。请看到14页，这个偈比较短，然后佛教里面什么偈都有，供香、供花、供灯，不离开上供下施，就是这个观念。以后你不会念偈没关系，水拿起来，我供养三宝护法神，布施祖先六道众生，这样意思就好了。哦，饭拿起来，花拿起来，我用这个花供养诸佛菩萨护法善神，以此功德回向给父母祖先堕胎胎儿六道众生，哇，那个花就有功德了。因为你已经兼顾到了，兼顾到了，你家里有爸爸有妈妈在家，你不可能叫爸爸吃饭不叫妈妈吃饭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叫完还叫儿子吃饭，对不对？这些你都要叫到，这个叫佛法的空性缘起，面面俱到。那我们要普度众生，那这个世界所有人你都要关心，你都要关心。我记得我也有一次去不丹，我看到一棵树长得不错，我就摸它两下。我旁边有一个15岁的小和尚，他有阴阳眼，这是他的业障。他在摸，他说：“师父，你怎么摸女人？有吗？我摸树，那个树神没有穿衣服啦，她是女人。”哇，我以后不敢摸了。啊，真是如此哎。后来我问老和尚，老和尚说：“本来就是啊，经典就有说啊，树有些是女树精，有些是男树精啊，石头是公的也有母的啊。”那。所以你去摸它碰它的时候你要尊重它，土地公有土地公土地婆啊，所以这个世界众生是执着，所以学佛要我们尊敬一切啊，尊重一切就是尊重佛嘛，你不能随便砍树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你住在美国，你前前后后有一些树，你要很有点慈悲，经过树下撒两滴水，佛陀交代我们经过树下最好撒一点点米或食物，因为那个树精整个家庭就住在那边，一棵树如果很高的话住了几万个家庭住在那边啊，但是他们很可怜，这棵树如果500年他们动也动不了，就在那边啊，除非刮风下雨他们没办法，一点办法的，肚子饿也没办法。但是如果你学佛了，佛陀讲了，来啊，鬼神村树林就是鬼神村，只要有很多树的都叫鬼神村
然后你拿几颗米一颗面包，甚至各位现在会点香，香给它点在树下飘过去，哇，很多树林都可以得到，这很慈悲，非常慈悲。那你对树好，对土地好，对阳光好啊，所以对看到太阳也要，缅甸人的习惯，看到太阳拍手十下会发财，这本来就是事啊。为什么没有太阳没有生意做啊？万事万物不能成长啊，所以你要对太阳是要用拍掌了，对月亮是在十五的晚上供花或点灯感恩月亮啊。那我们初一十五也会拜土地公感谢他，因为这些都是缘起，离开这些我们不能存在。所以对水对湖泊，因为美国树很多土地大有湖泊，你都要谢谢他。像各位今天早上我们去湖泊丢食物给那些鸟吃给鱼吃，这是很大的功德，这是经典说的。你丢一块面包到湖里面给鱼吃，那个河神就会谢谢啊，然后你把这个功德又回向给河神，这个河神会帮助你，因为没人会理他了，只会在我这边尿尿丢石头啊。所以啊，法句经里面有一个男人，他要被砍头了，因为皇帝爱上他的太太，然后就告诉他，你去山上给我采那个山上的莲花啊，采回来，不然我要杀死你，晚上不回来我杀你。这个男人知道完了，我中计了，因为皇帝叫他们去皇宫住，就是要抢他太太，故意给他的任务，所以他很痛苦，他太太也很痛苦。他要走之前，他太太做一个便当，跟他老公说：“老公，万一你今天没回来，我会自杀，因为我不会嫁给皇帝，你放心好了。”啊，因为他也知道找不到，所以他拿到这个便当到河边，他心里很不好，心情很不好，吃一两口吃不下去，但是又是他老婆给他好像最后一餐一样啊，他吃两口以后就倒在河里面啊，河神啊，河神啊，我哪里去找那个山上的红土莲花呢啊，就倒下去。结果那个河神高兴的不得，我在这边待那么久没人布施给我啊，河神就变成人的样子来跟他说，哎，我带你去游的。河神知道，所以河神带他去找到以后，他就赶快冲回来，但是皇帝不到五点就把大门关起来，因为他要抢他太太。他没办法，只好把红土贴在城墙上，把莲花插在那边，啊，然后呢，他知道皇帝知道一定会杀他，所以他就跑去找佛陀。那佛陀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躲在我这边。”那一天晚上，皇帝讲的太好了，明天我就可以去找他太太睡觉了。结果当天晚上，皇帝啊睡不着，因为在想，然后听到鬼在叫的声音啊，叫三次，很可怕的男人苦叫的声音。皇帝吓坏了，赶快去找他的他太太。他太太说：“你不是很久没来找我了吗？”因为他太太是拜佛的。哎呦，你赶快找你师父啊，昨天有鬼，鬼来找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皇帝想着要去强奸别人的太太，所以他算有福报，正在地狱里面强奸别人太太的男鬼的声音他就听到了，业报就来了，业报。所以他怕了，赶快去找他的太太，然后他太太隔天就带他来找佛陀。那佛陀这个人很善巧的，他不会说哦，那个是因为你要跟别的女人睡觉睡觉啊，佛陀不会讲这个的啊。佛陀说：“哎呀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只要能够照顾家庭这就没事了，对啊。”啊，这个皇帝就试一下，佛陀啊，一定是我想要抢人家的太太才有这个，我以后不敢了，不敢了。那佛陀说，既然你不敢了，如果他先生回来了，回来，我房子就送给他，我钱也给他们。佛陀就把那男人，不会的，皇帝不会杀你的。所以佛陀讲这个故事，也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坏心的人睡不着觉就这样啊，但是因为他布施食物给水。吃水神河神吃，河神还来感谢他。那佛陀告诉我们，所以佛陀他成佛，他感谢尼莲河的河神里面的龙王，他感谢菩提树神，他要我们感谢他啊。所以这一点就是说，那我们对万事万物要尊敬，要尊敬。那这个水是最好的，因为这个水淋在树下，树会很快乐。所以各位养成习惯，你只要经过树下，或是人家种花，像我每次去机场。